我每次看电视，第一年我都在看你在电视上报道，就是台湾的状况。我真的觉得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是我心里面，我真的觉得你做得非常棒。一个外国人看你每天报告，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魄力耶，就可以这样。对，所以台湾人很幸福。我们其实前几天我们的疫情控制的还是不错，控制的非常好。我每次跟法国朋友就是会讲疫情的关系，我一定会提到台湾的状况，因为我觉得台湾政府真的做的非常好。谢谢。可以说法国政府做的非常糟糕。也不见得啦。你好。我要怎么称呼你？你好，称呼我阿忠就好了。阿忠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跟台湾人一样的，对吧？可以一样。你不会讲的嘛？有吗？你待很久了，在台湾。对，十多年。对，台湾人是很多钱。我点了一个中药的羊肉汤，那个沙茶炒的羊肉。那我来点什么？你建议我点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呢。我什么都喜欢，我很好养。外国人比较我们我不是外国人哦，我是外国人。哇，阿妹子，哇，对，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哎，你吃中药还是不吃中药？我吃中药。OK 了，我也去看中医。我每次看电视，第一年我都在看你在电视上报道，就是台湾的状况。我真的觉得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是我心里面，我真的觉得你做得非常棒。一个外国人看你每天报告，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魄力耶，就可以这样。对，所以台湾人很幸福。我们其实前几天我们的疫情控制的还是不错，控制的非常好。我每次跟法国朋友就是会讲疫情的关系，我一定会提到台湾的状况，因为我觉得台湾政府真的做得非常好。谢。可以说法国政府做得非常糟糕。也不见得啦，法国议员也来了。对，法国这一年来关系跟我们有很大的改善。对，因为目前在法国的海妖人，嗯，先生，他是做得非常好，他跟法国人的关系，就是不管是政治，对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有曝光台湾的状况，对，特别是疫情的时候。吴大使跟美芝中国那边的大使讲话的时候，他有讲话。对，两边讲的话一比较就知道说谁比较是一个亲民的地方。没错。我在喝糖，你在喝什么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洛梨汁。哦，洛梨汁哦。洛梨汁，是台湾的洛梨哦。对，我很喜欢吃洛梨。洛梨，我真的在那边买的。啊，非常好喝。这个也是有好喝的果汁嘛，现榨的嘛。很棒。哦，哎，非常好。台湾的乳梨跟美国的乳梨不一样的，它的乳梨很大哦。对。那现在是季节吗？是啊。真的。那我等一下吃晚餐，我再去买一个果汁。若梨。台湾真的是一个水果国王，不是王国。哦，水果王国，水果什么都好吃嘞。对，你们真的有一些人要请客，我听说筷子，筷子不要吃，人家要请客。我听说是吗？是人家要请客。哦，人家啊，所以我要请客吗？讲得到。全世界最好喝的水果就在台湾。对，那品质也很好，服务也很好。那服务也很好。价格也很不错。我是从法国回来，因为我暑假在法国。然后我爸说你很奇怪，为什么你都不吃水果？我说爸，台湾的水果太好吃，我来这边吃水果我觉得不行。哇，真的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可以跟阿总吃饭。然后刚好有一张剩下一张的名片。哎，真的好，谢谢。那我也要给你一个名片。好。可以吗？等，就是透明的，半透明的。今天你的比较好看，而且你的脸比较厚。幸亏，真的很感谢你，是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跟你吃饭，加油！谢谢。哎呀，可不可以拍一张？没问题。三二。
谢谢你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